在歌谣时间里为您邀请到的这位唱将，我们欢迎蔡小虎来到节目上，掌声欢迎他。你是故意，我是故意，赶紧叫我离开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纯情的爱对待你，为何你无勇气来表示？我是故意，我是故意。像纯情美梦，美梦变成空啊！阮是无爱，阮是无爱，父母甲你拢是阮的爱。小哥你好，啊，各位亲爱的现场的贵宾啊，电视机头前的朋友大家好。哎呀呀，掌声欢迎蔡小虎，真的好有。你这节目这单元你定人捌看到无？我时常咧看、啊。就去掌球啊，时常咧看、啊。吼吼，那不管什么杨艳啦，或者林波啦，真侪安尼吼，啊是寡一寡少年辈啊，唱只老歌，唱啊嘛是足爽快安尼。啊，今仔日来安尼，知影这个单元有小可有讲准备一下无？我特地也学了一些那个国语老歌。哎呦！但是呢，我这人原来真爱讲创治安尼，哦，虽然讲袂讲像别个主持人访问家你，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但是歌路这方面，这方面哈，我都会小看家你啊创治一下。咱都卖唱什么国语老歌、台语老歌，这种恁太在行了。我想要唱什么？唱一挂这个，咱查甫来唱一挂所人的歌。你查甫歌是安尼，手势多了哈，还佫搞摇啦，我都袂样。是是，像迄陈小云对，你有注意者吼？我一诶安尼，真好转安尼。做人就爱剩后步，天未来，煞人的死路。这我无法度啦。说实在的，要唱 女生唱的歌、啊、我可以，可是、啊、我尽量选一些比较中庸一点的。哦、中庸诶、啊。对对，较无像你像你夸张诶啦。哦，你较斯文得着，正经像我咧，你也歹势得着。安尼好，但是你哪一档刚才讲尽量安尼都无简单。是我尽量。安尼啦，那老实人那袂使讲定来创治。我先打头阵好了，给你一挂空间想一想。好好好。下面好多骚人的歌曲，有真好听，你知影？新加坡先生拜托给我一个气质了。给予你几秒钟想想一下，就这个就真标准了。安娜，每次你都这样呼唤我。安娜，这几天都找人的歌，林淑荣的歌。哎，我的这个名字属于你。爱的季节，我们相遇，我没有介绍自己，还要你猜我的名字。说这是一个难题，就从相逢那一天起，整个爱的世界里又增加了一对情侣，我们已经变成知己。在约会时候我故意和你玩个捉迷藏的游戏，你东张西望瞧着我，这是多么可爱的回忆。安娜，这个声音每次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。安娜，每次你都这样呼唤我，啊，这个名字属于你。哎呀，妹，哎呀，哇哈！无人客邀求，叫我来唱着故乡的情歌，唱出故乡的曲调的情歌，若唱出你的心意，昔日的彼段情景，饮着一
着忍着，忍着目睭边热情的珠泪。一时阵忍不住煞来到有厝来。赞赞赞，当家哟。红灯青灯闪闪烁烁，听着音乐心伤悲。虽然是并无愿意，犹原看你在无地。一种生活，一种酒醉。暗暗伤心，目屎滴。啊，无你无你免伤悲，啊，你着安的城市，希望找着好伴侣，过着幸福的日子。何にも知らずにあなたいたわ。たまには一人の旅もいいよと。雨の空港で君たたずみ「あの人のもとへ」「私は一人去ってゆく」はいや、はいや、我咧点着你都马上知影。你接的歌拢非常准确，哎，拢是查某唱，拢查某人唱的歌。第二个是空港嘛，对，你不管头一地迄是，还是人客要求，人客要求，何人客要求，叫我来唱。这是你描述一种较早人的酒家哪个招歌单来唱的。哎呦，实在蛮会选歌的，我两条嘛袂歹哈，赞，唱作俱佳。不是，我感觉刚刚看了镜头呢。小花刚才精神不太正常，哎呀，因为不会了，你那镜头的节奏太过瘾了，对，雄雄在危机的形象，我现在就想要跳了。哎呀，实在是，我这个人其实不像刚才那样，那是穷鬼欢喜，真正的我也是不苟言笑的。来看我上雄雄。